回来吧，急什么急啊？跑得汗打的，吹了风该感冒了。我通过了。站在这树下，把未来许下。好端端的偏要爬楼，以为我爬累了会让你背啊？你不累啊？那你背我，我不行。你一个天天晨跑的人，怎么可能爬几层楼梯就腿软啊？我又没说是爬楼梯爬的，主要不是刚被强吻过吗？体力不支。谁强了你啊？明明是你。哦，我说错了。那我现在让你强吻回来。放开我！你一向都这么主动吗？你先放开我！你先回答我。那是我的初吻。从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阿姨好。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在这等半个小时了。妈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再不走啊就赶不上飞机了。阿姨，您这么快就回去了？是，该回去了。你怎么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？我去给你买点特产，你带回去给蒋爸吃。特产就不用了，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，我跟你蒋爸就放心了。